2024年的第一个 trip。我想看到那个 Sophia 那个球，它是个小怪兽。停到这边 Bellagio， 准备去看喷泉。我现在收拾好了，然后准备出去找他们。你看我的面终于来了。我真的，我不要再带他出来玩了。今天天气好晴朗。拜拜，看一眼，我们的看小球之旅结束。我们准备出发啦！早上起来洗了一个头发，然后现在没化妆，反正今天开过去要4个多小时，希望路上有时间可以化妆吧。然后还没吃早饭，第一站先去 Chick-fil-A 或者麦当劳吧。准备出发啦！哦，我刚才收拾箱子的时候手好像滑到了 ，But it's okay。2024年的第一个 trip，Go。现正好夕阳西下，所以阳光好强。不过我们到酒店呢，先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。这次呢，我们住的是 Encore。然后刚才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跟他说，我们想看到那个 Sphere 那个球的那一边，所以我房间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他们房间比我们再过去一点，他们可以看到更多。有机会的话去给大家拍一下。不过我们这里也可以看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房间吧。这边进门，我们的行李还没有收拾。然后呢，这就是厕所，厕所还挺大的。这边一个浴室，然后一个 shower。马桶在这边，刚才进来太热，所以我把卫衣都脱了。这边还有个全身镜，死亡顶光，我准备换个衣服等一下。然后这边过来，这边有个床，刚才开眼睛跳上去把这里全部都捣乱了。他们这个房间就是好多的镜子，这边一面墙都是镜子，这里一个电视，它是可以转过来然后再转回去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个小客厅沙发，可以在画画。这是这个电视线转过来，这还挺好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晚上把 Kaya 的床放在这儿。这边窗子它的 view 来戳眼，哇，那个球的眼睛现在哦，它是个小怪兽。它在搞笑吗？嗯，你看，你看得到吗？那个球球。我把这个窗帘打开吧。嗯，这边对面就是 Wing， 那边就是那个球，那里应该就是 Vegas 的机场了。对。然后这个球一直不停的在变换，所以在房间能看到它还蛮棒的。晚上的话就是光线外面黑黑的，然后那个球亮亮的，应该还蛮不错的。我看大家好像说在这个 Encore 的 Self Parking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地方 Parking 可以拍那个球比较好。但是我们在房间也可以看，也不错哦。哦，这边现在拍不出来，这下面就是那个 Vegas 大道，现在有点太亮了，黑一点再给大家拍吧。然后我准备换一个衣服，稍微收拾一下，我们出去看晚上找个晚饭吃吧。好。对，行李收拾好啦，然后再去收一下厕所。因为它便宜好吃，然后又方便又快。球球。本来今天想去旁边那个日本烤肉的，但是它是预约制的，所以就选了旁边的韩式烤肉。感觉还不错哎，门口挺多人在排队的。哇，我们停到这边 Bellagio 准备去看喷泉。对，然后在这个停车场呢，这边的景还不错哎，后面那边就是巴黎铁塔，那个球球，
而这下面就是那个喷泉，不过现在看不到了。哦，那后面还有那个球，看到吗？这里的圣诞装饰还没有拆，所以好漂亮。嗨，嗨，太阳又来开圣诞灯灯啦，不大的圣诞节啊。后面一个好大 Nutcracker。 终于睡了，终于要来卸妆了。 Vegas 真的超干，我现在觉得我的嗓子都要冒烟了。我的卸妆膏是挖成这个样子的，竖着用完家。Good morning. Vegas 真的是太干了，超级干，一直要不停的喝水那种，不然我感觉人都要蒸发掉了。然后就嗓子也有一点点那种干干的，就喝了水好像也没什么用。然后现在敷个面膜，准备要化个妆。OK， 那我们就化妆变身一下。哦，这个什么死亡顶光吗？我现在收拾好了，然后准备出去找他们。迪伦他们已经下去了，他刚才还买了咖啡回来给我。耶，现在准备出门啦。终于出门了，我们已经逛了一大圈了，现在准备去吃午饭啦。好久没有穿过高跟鞋了。我们进来吃饭啦。好多吃的呀。我没有看。这是那种小米粥吗？是的，适合亚洲人。看一下拿个小包包。好的。你要什么我给你摇。Thank you. Waffle. 好吧，我可以要个 potato。这大坨肉好棒呀！吃完早饭回家，全家都睡觉了。现在我们出来准备来逛一下威尼斯人。最喜欢上楼梯的小朋友，可以呀。这什么火烧云外面？夕阳西下了，哇！哎呀，快看，看，哇，太漂亮！我们现在准备去金字塔里面晃一晃。我们应该从那儿下去就可以进金字塔了，不过这边的风景还蛮好看的。
等了一个小时半的面点绝了，还有刀削面啊，这家店怎么可以这么火，我都服了，这个店太疯狂了，我觉得我不吃两碗面我都对不起自己等了这么久，居然有刀削面。你看我的面终于来了，要死了，你看看这个肉肉，它必须要好吃，它不好吃我也很难过的。哎，你夹吃一口吗？会呀。先我的。你的面也不错哎，点了好多小菜。我们回酒店了，哦，这次我们旅行回去了之后，我真的我不要再带他出来玩了，现在他太累了，超级累，就这一天天的我们四个大人完全就是什么都玩不好，因为就是一直在弄他，然后他现在各种跑，跑得很快，你看这小朋友来了，好了，我们要赶快搞他睡觉，然后我才能够有时间稍微休息一下。嗨，今天外面下雨了，我们出来看到昨天才看到远处的山，现在全都下雪了。今天早上来吃这家早茶。哎，这个包还蛮好吃的，里面有叉烧，据说他们的豆花不错。谢谢，尝一尝吧。谢谢。嗯，好吃。好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爸爸指一下。你要这个呀？我觉得比那个乒乓碰好吃。我们大概10:17开始进来的吧，等了10多分钟，还好。哇，凤爪是必吃。很软很软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稍微淡了一点，对我来说。这些 vernaculars 都是真花哎。修完毕，我们又准备出发啦。哇，这蛮酷的耶。他吃饼干吃得好开心。一左一右换门口。里面如果通铺这个地砖应该也蛮好的，这个被抛光抛的可亮了。我看到了 Poseidon， 这个是海神。今晚来吃煲仔饭啦，我的三冰。哇，这个不是应该那种嘶的声音吗？你不要出来啊，滴滴水。好。
Good morning， 今天天气好好呀，我们准备回家啦。你在扭秧歌吗？远处的雪山，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。雪山雪的画了。哦，妈咪。哎。哦。怎么了？你画了一个什么？球球。圆。拜拜，看一眼，我们的看小球之旅结束。